我说老婆，我们这次虽然在拍夏天戏，但是我们在冬天，但是我们的温度应该都能感受得到，是完全不一样。收工啦！我们今天来到了缅甸，虽然我给你们在拍照片，但是真的很冷。 喂，阿德，什么情况？喂喂喂，呼叫呼叫，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！信号不太好，你在哪儿？根本下楼招不到你了。你在叫什么？我战斗机啊，怎么还没下来？下来啊！啊